门会有点会紧张。对，前阵子我去台中，然后打雷，我想说，又来了吗？台中打雷干你什么事啊？打雷。在高铁都要，因为有闪光灯啊。然后哦。今天心情这么久没有带走。很开心啊，就是很兴奋，真的很久没有上小鸡蛋，然后也很久没有那么大声。今天很开心，然后见到很多朋友，都开心的事哎、欸，音乐作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讲音乐作品，还是不想讲？给他讲嘛。助理。开车是不是？开车带我回去。怕你走路回家被狗仔追。对对对。心理阴影。你还要爬轮子？对对，真的会有心理阴影。真的蛮可怕的，所以现在出门会有点会紧张。对，前阵子我去台中，然后打雷，我想说，又来了吗？台中打雷干你什么事啊？打雷。在高铁都要，因为有闪光灯啊，然后会有点怕怕的。对，但主要是那个他们行车的方式、啊，我觉得有一点太压迫了。那个有吓到叔叔，他吓得非常多，那个真的很恐怖，因为我们没有觉得是狗仔，因为。那个开车方式是，我们觉得是，就是要寻仇的。对，真的是。那你现在车上会不会备一些什么打牙棒？会用品？不会用品？不会啊，我觉得不会，因为被电击棒击之类的。没有，就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啊。那当然，我们也不会想要，就是要挑起纷争。所以如果真的有事，我会直接开去警察。所以谈恋爱没有什么好，不是那种不可告人的事情。只是就是会有网友会去恶意攻击他，就是会去私讯去留言，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事实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呛人的话，就来我这边留，因为他最近压力很大。所以我觉得谣言真的是。不要信，就是聪明一点，然后看待事情客观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